崔宇文害怕打麻药，老公竟说出这一些话。像我现在做那个牙齿根管治疗，他只要每次帮我做下排的牙齿，我就说麻药会从我的嘴巴流到心脏，然后做上排的牙齿，我就说那个麻药会顺着我的鼻孔往上流到我的脑。然后后来我回家跟我老公讲这件事情，他说你的脑要不要先检查一下，你有没有神经病，或者智商太低啊？我怕流进去我就会心脏停止啊，不可能吗？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